嗨，大家好，我是科宾传教士。今天要传什么教？就是这一台，这台 is Kevin， 他已经被标走了。我们有就是要做爱心嘛，这位非常有爱心的钟先生，请钟先生。哎，谢谢钟先生。82000夺标，好，那我们要全数把它捐出去。好，鹅福。等一下我会跟钟先生去试车试驾一下啊，试完没有问题，我们是一样签个合约啊，会帮他过户。好，走，我们去试车。ご覧の番組は、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イネブタや、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合约的内容哈，我们就是一样会，因为得标是82000嘛，对啊，8万有用会写上去啊。再来就是因为那内容讲嘛，税金就另计嘛，就是大概怎么样？他说15000，反正就是报时加嘛。假设说14000多，你就14000，13000就13000，对啊。好，第一次在镜头写合约。哎，这个我们就没有保护了。When there is so much for me to learn yet, I'm so nearly consumed by it all. We don't know what we become, but we have to move on. And it's not like. 好，因为收你的证件嘛，哈，就我本人，我叫胡仁格，啊，科比，啊，109年4月6号的8:55收你的身份证、驾照，用你的名字，啊，2张过户这台车，啊，办理过户代客便章。啊，这个就没有就划掉。好，这段时间如果他用，好，行政责任由我负责。好，对对对，好啦，到时候交车你就把这个带来。OK。好，这样就 OK 了。好，公益车哈，音响升级。这是车主呢自掏腰包的，我们做服务的帮他装而已，人家后面也要装哈，因为后面要装镜头啊，等下就请师傅下去施工。后面的枕头也是好的，我另外哦睡啊，啊，这是左边呐，可是右边的哈是可以看得到，可是它比较白啊，啊，这个就没办法了，啊，前面。不要好 ，OK， 我们三台，好，等一下把它装好哈。那个这车主要求帮他加装的，这个实报实销，好，10000就跟他收10000，5000就跟他收5000，就这样。对，好，等一下装后面的记录器啊，后面的镜头才对，装后面的镜那个镜头。在中间，哦，有没有？我们要加到上限，嗯，因为发动完油芯会把油吸回去。哎，我们现在看，它已经到上限的出口了，嗯，有没有？这样就可以了。哦，抓到了，抓到了，对，我上是不是这样？一秒就被抓到了 ，OK， 两把都有遥控器，好。就是后刚刚没照到你，可是啊，拿到一
样就有点焦了，上次还拍点焦。不一定啊，不一定会用，对不对？八股，有哈，左边，那你帮我做一下副驾。对，因为你有加装这个。车主自己选配的，滑铁的拖啊，好不好？套子，套子，皮套。我就是秘密。那大灯是这样转的，小灯、大灯、方向灯。左边，好，上下。靠电子啊！哎呦，哇！你说已经赞了呢。比我车还好。别胡啊啦，你我都飙啊啦，你飙起人讲你也是做飙的噻。懂了。四万八千的时候再买那个。好，那我去换一下灯。这是我。小聪明没有。看这里哈，一、二、三，好。我把它联络它，然后，但是这个对，因为后面有一个啊，第二名的啊，比你还先失去。说我有没有得标？后来我就因为我忘记，我就快点看。我说没有，不是你，你第二名。他说那如果第一个不要的话，快跟我讲。所以大家真的很有爱心，很有爱心，对不对？以后哈，我们会定期。每个月让你招了，我那不要得切啊，每个月被每个月再给我。以后就是有机会啦，一看看那个流量跟业绩而定。哦、好，流量越高，业绩越好。那业绩越好，我们就越多做慈善，对不对？好不好？谢谢你，钟先生。谢谢。对啊，啊要钟先生跟大家黄先生跟你啊，他就会关了，啊大家一起做善事。哎呀、啊，不会啊，这车应该也没什么代步都 OK， 其实。这个价钱也蛮便宜，其实连处理过的车子都很有信心。那个是因为我们减掉了买进来的价钱啊，要不然正常这个车如果以我们目前市价收进，再加上我们整体的东西，一定都卖不出，跑不掉。而且我觉得打磨班搞不好可以改，十五万搞不好都还卖得掉。所以我觉得你买不算贵，然后那也是因为黄先他反正大家一起做单，好不好？然后要就帮他宣传之类的，我们影片对啊，要帮我们按赞订阅。好，再见。对吧？好，现场装哈，这超难装的，比他很久。三三五叫不叫买用你知道不是因我都感觉没你开钱的哈，你刚说什么用的那天讲什么就是这样专门播嘛，对啊，不会帮人家穿。我觉得我要先洗你洗碗我帮很舒服不用数啊好了哦，此处吃奶的力量了，哇塞！可以再调一下。要先拿出来，不行，他让他都被调。你要牙齿要拔出来，靠呀！好，今天是我太累了，你太累了，没塞啊，好没塞，真漂亮。到底在用钱？网友说不是这样装，对吧？要抹一点油，可能到时候会很滑，蛮水性的哦。比如说 KY 什么之类的，你知道？对，不是凡士林。啊，好了，不倒是给我开冷气关起来，我副驾拢规身躯拢感觉流汗。好了，最后就导航。
覧の番組は、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した。